真是缘分呐，让我跟我美丽的双儿又再度重逢。这城市这么大，我们总能遇到彼此。哎，你说是不是有条红线在牵引着我们？打完了招呼，我想识趣的人应该知道离开了吧。如果我的离开能换来你的笑容，那你还是哭吧。作为一个绅士，我好不容易遇见双儿，那我得请他喝一杯啊。服务员，来瓶啤酒。不用了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。来，我们换个地方吧，我突然觉得好恶心。哎，倒是好，去了趟法国念书回来，礼貌什么的全搁下了。我最好的对手，你这样做好心塞呀。正好酒都来了，双儿不能喝，你替他喝一杯吧。谢谢这位，够豪气，我欣赏你。各位，今天啊，我请各位做个见证。我呢，是现在中国青少年击剑冠军。这个是以前中国青少年击剑冠军。但是我们今天不比剑，比酒。而且这个酒是用最新的脉动 My Pro 和 Whisky 兑的，所以非常的烈。作为我们下个星期比赛的暖身赛。我喝酒从来没有输给过任何人。遇到我之前，击剑你也没输过吧？别比了。没事，我口渴。来，两位准备好了，开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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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快快快！都说了让你不要喝这么多了，为什么要逞强啊？万你认输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哇塞！你没事吧？ 师傅，什么？你要取消订单？为什么呀？不是，我们马上就要到路口了，快走快走！真的，你再等一下。喂喂，师傅。哎呀，你说你为什么要跟邵康拼酒啊？气死我了！快走。师傅。 不行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！等会儿哈，等你醒了你就死定了。邵康，邵康死定了！我还可以喝三杯，他死定了！还喝？喝什么喝？啊！你气死我了！现在怎么办呀？有没有车来接我们？我们怎么回去？ 啊！你说叫邵康来接我们？什么时候他来接我们？别叫邵康，邵康了！邵康，怎么办呀？啊！出租车！停车！师傅，你在这边等一下，谢谢。快走快走，有车了，快骑！邵康回来接我们了。依依，依依。 哎，二号，哎呦天哪，姐，你跟二号去哪儿了？你怎么喝成这样？哎呦，姐，别提了啊！还不是因为他跟奥生的那个邵康杠上了。哎哎，赶紧把他扶上来！哎呀，我酒量跟个蚂蚁似的，还敢跟人家拼，我真是服了。哎，你们这身上什么味儿啊？臭死了啊！ 那你扶他，我去洗个澡啊！快点把他扶到房间去。我也扶的。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。你别走啊！哎，不行，你回来，姐，姐，你回来，你。我，姐，哎，天哪，你怎么喝这么多？啊！你先生怎么睡呀？哎，先多歇吧。 谁让你喝那么多酒啊？啊！水，水。哦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去倒水。嗯，水。嗯。